上罐呢？还是上罐？热茶喝水，你好，请问内用？哦，对，那我们。孙子呢？孙子都大了啊！哦，也大了，都大。孙子都二十几岁了啦。啊，你来上班，你的小孩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的小孩说，哎，你去正线上班很好呢，正线是一间很好的公司呢，你的亲戚真的超好的，嗯，这样子。OK。让我一待就快二十年。20年，对，我93年就进来了，我今年了，我民国36年次的了。嗯，啊，怎么会跟那个网友讲说你今年是90岁？因为我都跟我们员工小朋友开玩笑习惯了，嗯，所以我几个都90岁啊，其实是开玩笑的，嗯。今天早上我女儿一早就打电话给我，妈妈你上新闻你知道吗？好多家都给你报出来说你90岁怎样怎样。哦，还那个开玩笑的，为什么要把事情？我怎么知道那两位会这样子？你用手机这边接话后，扫一下菜单就出来。好，都会介绍新产品给你，服务很亲切。那个客人我真的不认识，后来他走了，拿一封信给收银的人，说等他走才交给我。那个莫名其妙，那要给那个人谢谢，也不知道哪一位啊。那真的人家拿那个银行不好意思，他里面讲500块，说我们台湾没有收小费哈，那就是一点点心意。你那个服务这么亲切，那我们的礼拜来用餐，看你很亲切，要介绍新产品给你。不好意思，你点的茶碗真来了，那很烫，你要小心啊。那想要吃的，没看到菜色的，像我们服务员，叫师傅做，谢谢，请慢用，谢谢。健康的身体做到不能做为止。